第十页，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个云端的，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，我们今天会不会上一些教材的制作，这个就很适合。老师呢，您在做教材，可能有简报，也有可能是有 DM 海报，甚至是影片，对不对？那不管哪一个，我们都有机会用到去背的图片。那你要做去背，以前要完成这个任务有点麻烦，因为呢，你必须要学像 Photoshop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影像处理软体，这才有办法把影像去背做得比较好。现在不用的，因为现在有 AI 的帮忙，你可以很轻松的就完成。老师，您到简报第十页下面这里有它的官方网站，有没有？你可以把这个网站打开。有没有老师或同学要来前面一下？有没有？愿意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来前面玩玩看。好，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两个入境的时候，他也会知道要变，有没有拉近来一点？不错哦，这样还可以。好，但是你知道我们也是长大的。好，那我把来来，我站到左边，我比较好操作。OK， 来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一张画面，如果把它拍下来，各位你想看看，要把这个做去背的话，虽然不太复杂的背景，但是要花一点时间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来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蓝蓝的上面？哦，有哈，对对对对，镜头在那里。嗯，准备了，一二三，这样满意吗？已经定格了。哦，定格了。对了，拍完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好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OK， 那你看，我把这个画面我就抓下来喽。好，有没有？我就直接复制就好了。那你想看看？这个我要去背，其实如果没有工具有点困难，那我进到这个网站 Ctrl 加 V， 我就把它贴上去咯。你可以回座，谢谢谢谢。有没有？这样就解决了，不到五秒钟就解决了，有没有很快？好，所以这个不能只有同学会嘛，老师也要会啊。那有去背跟没去背有没有差很多？有，真的差很多。哦，那你看，我先把它下载下来。好，下载了之后，我把它拿到我们简报里面来，按着丢进来。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就去背了？对不对？所以您简报里面、PowerPoint 里面可以用吧？影片里面当然可以用啊。海报也可以用啊 ，DM 也可以用啊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当然不止只有这样，所以它上面还有这个编辑的功能哦。好，所以我部落格上我有写一系列文章在介绍我们与 AI 的距离，因为 AI 现在就在你身边啊。好，你看，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做背景模糊，是不是也可以做到？再来，如果你想要帮他替换背景，有没有发现这样就替换好了？所以网络上的照片你知道不可信吗？当然可以上传自己的。好，那么也可以变成单色的，像以前我们拍大头照是用这种的背景啊，现在同学的是不是要拍这种白色的？哎呀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当然如果你要维持它是透明的，就请你选择这个颜色，这样我就可以下载下来。它本身也有提供一些基本的橡皮擦跟复原的工具，比如说我有发现，这里好像没有做得很好，有没有发现？因为这里好像是我的椅背。好，所以呢，它有橡皮擦的工具，你可以在这边，这个也可以放大一点，有没有？放大一点，那我们就可以来这里找到适当的笔刷大小，我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稍微擦一下，擦一下。是不是这样就比较 OK？ 你看他连我那个麦克风这个都有把我留下来，我有点讶异。
脖子那里啊，脖子这个麦克风有没有？哎，他都帮我留下来了。所以真的，他认识好多，他不是只有认识人。哦，以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只有认识人，但是现在几乎他所有东西都认得。所以只要你给他关键字，找到了图片丢进去，那主题很明确的话，通常他都可以辨识得出来。我们不敢讲每一个人都辨识得出来了哈，但是至少可以很确定的是，它的成功率真的蛮高的。那这类网站现在越来越多，可是做得最好的，我觉得还是我们介绍的这个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老师呢或同学，你有兴趣，你可以记得这个网站一定要来看看，因为就这样一丢就 OK 了。请问可不可以用手机？可以，它有行动页面。所以以后你自己拍大头照，你应该去知道要去哪里拍了吧？公车上拍也可以。去背之后，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嘛，对不对？OK，好。